是将军区12月1号晚间发生的枪击案，本分局及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，部署重兵在范闲等人可能出没的地点，不眠不休持续清查。经过连日的埋伏监控，相关范闲共3人逃亡不到2日，均在今天中午落网，并溯源追查起初涉案的改造枪械1支、子弹20发，及持有寄藏专案用枪械的陈姓范闲1名。至于庄姓枪手开枪的动机及枪支的来源，目前正在侦讯厘清中。本案本局全体员警动员，全案查缉4名范闲到案，展现警察团队的高效战力，有效稳定社会治安。